国际消息，克里米亚半岛港市塞凡堡的储油槽疑似遭到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击，储油建筑被大火吞噬，引发浓密黑烟。俄国占领的克里米亚半岛塞凡堡遭到无人机攻击，当局就表示火势是燃烧大约是1000平方公尺，烧毁了4座油槽。俄国就指控是乌克兰发动的攻击，但是乌军否认有任何的攻击行动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